我觉得这种直面相对啊，你看哈，要你比如说相亲要叫我就从来就不能习惯，嗯，为什么呢？他就似乎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是觉得俩人好啊，嗯，是从一个模模糊糊开始的，但是你看他在电视上被人观看的情况下，他就直接得进入，因为你一见钟情的其实不算多啊，那么直接就变成脑子里那几个标准，嗯，然后看着你这个人，嗯，问问你这个你的收入啊，你对什么事情的看法，哎，你跟我的生活搭不搭，这好像又是一个很理性的事儿。它绝对是现代的，而且是媒体的，一切要在那二十分钟里面解决。有时候没有二十分钟，有时候略长一点。就只要这个男的从电梯上下来，开始一直到出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这里面男女选择要问到，要达到，要决定，每个环节基本上都要过。不过这个也，我觉得也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不是太做作了，或者说太不自然。他一定是做作的，在电视上相亲已经做作了，这是人类出现最不自然的方式。对，但是问题是同时是最现代的方式。对，我就觉得很有效，嗯，为什么呢？怎么讲？因为某个角度来讲，任何通常我你刚才讲那种传统上，我们觉得男女之间应该先比如说认识啦，做朋友啊，日益相处啊，产生感情啊，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忽略一点，就是从生物上讲啊，任何男女之间的交往，平常的交往里面都包含了某种这种可能，就也许会发展出一段感情的可能在里面。那但是从一个平常你认识一个人到你终于发展出一段感情，这中间你经历很多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到底有多必要啊？就照你刚才那个讲法，你就说觉得很必要。那现在我们做这种节目或者相亲，它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是不必要的，我直接把你抛掷在那个处境，省略这一切，你马上就可以进入状态。我有同感，我到这个岁数啊，我开始慢慢觉得没必要了。就是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个人感觉，我现在回想我这不堪的这个前半生啊，我觉得在女人身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模模糊糊，毫无效率，就是这么效率，弄吧，弄半天。倒退二十年，你会愿意去吗？这个节目？节目不去，私下里可以去啊。不是，你现在甚至有的时候，咱作为一个男人，可能大男子主义啊，还真不是，宁愿我想要什么女的，模样就这么漂亮，然后性格是个大体是吧？职业是个这样，时间是个这样，跟他行，咱发展。甚至有的时候，我认为这样啊，我上半生浪费的时间很多都可以用来读书或者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这是我个人的啊。但是另一个感受，我就是说我听见他说的那个叹为观止。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啊，好像普遍的男女青年未婚男女青年互相伸出手来抓不着对方啊。他我就没见过，他说在公园里。你到中山公园去看看。你给我描述。就在天安门。哎呦，我以为要造反了，就是我想有上千人，就是上千家长。上海呢就更多，就是我父亲去过这样的公园，就还没走近的全人就被老太太拉走了，说你孩子多大了啊。这个就是爹妈为孩子找配偶。每个人手里拿个硬纸板，上头儿子女儿的所有资料，身高大约长相，这个学历工资单位，还有些是写的中共党员什么这些，啊，就在互相介绍。我真是开眼界了。这些事他们的孩子知道父母在那干这些事儿，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相信，哎，有的父母是瞒着孩子，有些孩子未必愿意这样。对，啊，所以那这就是也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今天大学的同学关系。然后今天单位的同事关系，街坊邻里关系，其实都很深刻的变化了。我不敢说崩解，好同学、好朋友、好街坊还是有，但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年轻人，他们都跟我说，他们现在没什么朋友，没什么朋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曾经让木心先生镇上一个女秘书带我打听同乡的一个老太太，是我母亲这个五六十年前的一个老朋友。啊，他就带我去打听，但打听到的时候他已经老年痴呆，而且一个星期就死了，所以我母亲最后还是没有联系到他。那我就谢谢这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大概只有23岁啊，我说就谢谢你，他说我很高兴做这件事情，哎，我说这个他说我很感动，你妈妈到了80多岁还在找她过去的女朋友，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到老了你就不会有少年时候的朋友。他陈老师，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朋友了。我就非常惊讶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是这样，他说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就不联系了。我说你们在大学一个宿舍一个教室，他说不像你们那代人了，不是这样了，他说我们都各顾各的，电话也不留，也几乎没有聚会，然后出门以后就有些到外地去工作，从此就散。他说他讲了让我很惊讶的一句话，他说到我像你母亲那么老，我已经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见证我的青少年时代。哟，真苍凉。对，这么说的人数不少。我就挺奇怪，你说你们那个年代，按说男女还授受不亲呢，都不知道说什么。当然，但是反倒好像找对象啊，婚配啊，又不像今天的这种。我们正好相反，一方面男女孩子不知道互相说什么话，另一方面男女孩子一起玩的机会绝对比今天多的太多了。哦，哎，当然，街坊邻居、插队落户的知青，对，然后江湖上认识的人，就这很重要。那时候没有，不是一个商业社会，前现代社会多的是时间，然后是没有私人空间的，随便就到你家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人跟人交往，当然也有父母介绍、朋友介绍，带来带去，就每人一大串朋友啊。如果这个人人缘好，他会维持终生。可这个情况在今天可能真的消失了。你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个什么他是喜欢看的民工组，我就突然想起几个数字，这很惊人呢、中国在中国现在农村6000万留守妇女，就没有男人的妇女，或者是没有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走了，他不是嫁了人老公不在，要不就是找不着人，全是女的。还有你记得咱们讲过，在广东有些地方啊，他一个工厂啊全是女工，3万个女工，你知道那个男工都辞职不干了，几个女工养着他，争着给他做男朋友，所以并不只是有钱的男人有好几个女人，这种一个男的他跟这个好几个女工都不干活，好几个女工挣工资养他，争相对他好，因为这个资源呢，你看现在的这个你是怎么，这种事情倒在我们那个时代倒也有，所以我在民工组那儿看到他们人格上和交往关系上有一种还牵连着我们那个时代，因为他们来自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人际关系一定比较传统，没那么快。我比较有兴趣看的是，我喜欢的是民工组，但我有兴趣看的是所谓白领和都市群体。这个时候就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判断今天他们的选择是更自由还是更自然还是更有效，或者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一种交际文化比，是更贵的更被动还是更主动，我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代做父亲的人啊，还有就是现在的社会上的大人，所谓我觉得要放下意见看电视节目啊，就尤其是这类，不要太快判断它是庸俗的，哎，现在年轻人怎么这样什么这些，它是一个新的文化出现了，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真的比我们自由，同时又远远不如我们自由，就是他得放在20分钟放在这样的灯光下面立刻来决定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说他并没有决定，他们俩可能不会好，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因为这种方式现在才有，不管是从英美学来的还是怎么样，至少中国现在出现这种方式，而我看见所有年轻人能够适应这个方式，所以回到一个最根子的问题，就人性是有各种可能性的，我不想太对年轻人强调，就是啊，从前怎么样，从前怎么样，哎，这个今天他们能适应，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在排队进入这个序列，我相信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报名说你想去就去的，他一定也有审查，也有选择什么这些，就终于到站到灯光下，这背后多少人在等着呢？多少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去，而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啊？好办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坏办法更不应该说。而且他这个他们被别人看着进行这个行为，对。那同时呢，他通过电视的传播呀，他也又在影响更多的像他们一样的人呢、啊。慢慢的就是这种方式，每个环节都改变了男女交往的是一种这无论伦理也好，形态也好。所以我是没有学问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些 culture study 这些 学者在干嘛，哎，婚姻社会这么敏感的一件事情，太好玩了这件事情，哎，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是知道很多现在家长啊，就是这个着急啊，怎么你说现在找对象啊，我老觉得是前所未有的容易和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呢，好像又特别的，
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他能给逼到说过春节过中秋节租个男朋友，花钱租个男朋友女朋友回去应付父母的这个焦灼，而且实际他自己也着急，但是呢好像就老是找不见个合适的，还是说呀太容易不满意，就是选择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同龄的啊，同龄的现在我就发现啊，这个女孩子跟自己同龄的这个大学男同学啊，关系很难稳定，很不稳定，就是好像很容易看不上。比如说这个男孩子整天打游戏机，他就也没有出息，那么跟你玩玩，或者说找个帅哥，女孩子甚至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就玩玩帅哥，但是呢真到了找老公我可能也不会选择这个帅哥，就是他现在也变得前所未有的选择多。因为我想啊，有时候你刚刚讲那个情况，你说他选择好像很多，为什么还要去父母要逼，然后他又好像找不着，还要去上相亲节目。我想有一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一种传统式的交友观念，就像你刚才讲的，是不是大家有个环境慢慢认识怎么样，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了，或者这个环境已经很少了，那这种环境太少的时候，那他没错，现在每个人好像每天的社会生活很丰富，但其实并没有一个土壤让他这个生活圈的人慢慢的，哎呀，这个交往，这个坐我隔壁桌的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这回事儿了，所以他只能够要很快很短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就是来谈这档事儿。它是一个被讯息化的媒体化的一个空间。我们那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一个空间，就是真空间，这是一个差异，但你刚才说的就现在男孩怎么样，这倒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关心这个节目不是在要去讲男女关系和今天男孩的问题在哪，女孩，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关心的最后还是至少回到媒体，就回到我打开电视能够看到的。那看到多少真实，他给我的密集的讯息有多少是真实的。但是关于这个节目那个时候也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说真实不等于真诚。我不在乎他真诚不真诚，我不在乎，真实是个效果。我们三个人说话真实吗？真诚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观众看了我们的节目觉不觉得真实，真实会吸引他看下去，观众他会有反应，说实话其实一点都